欢迎收看台一波新闻，我是苏胜文。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天气。这几天在台湾的空中是一个高气压的环境，所以天气是非常的稳定。未来一礼拜拢会非常的热，但是要注意下晡会有西北风发生。那也可以说，未来一个礼拜其实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情况哦。那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偶尔会飘一点小雨哦。那再来就是午后，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那偶尔可能水汽稍微多一点的话，平地临近山区的平地也会下一点。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并无明显的分雨系统来影响台湾，所以是一天比一天搁较热，尤其是来到后礼拜四，也搁后礼拜五。北部地区的高温预估会有35度以上，中南部33到34度，东部地区也有29度。民众得要注意紫外线的强度，在下晡的时阵，西北风的情形也会增加。所以看起来，在这礼拜日也是好天气，因为在中正纪念堂要举办浴佛大典，为了要彰显浴佛的多样，也有队形的整齐。大地标就非常的重要。在今日一透早，有700多位的志工来到中正纪念堂，拍着大日头，要打上整齐地标。这个都是法宝了，这个瓷啊，这个十几年前用到现在，已经用了5、6个瓷。除了光照，还有一捆一捆无同色的线，以及长木板，牌包内底装满了各式家己做的法宝。这是赖明成累积10多年的经验。尺寸一定要直，要横线、直线都要准。为了会典礼，地标是袂当无的。在大日头下骹，环绕弹头700多位组织志工分工合作，牵牛大标的正确位置。二，就这样子会比较准啊。这样也不会比较不会酸呐、啊，幸福啦，不能说辛苦啦，就是天气蛮热的，然后就是贴地标也是，就是一种修行啊，对，修行吧。每一个位置详细确认，今年大地标进前还佫加了一道工。有颜色的这个地标的贴纸，它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因为地上有灰尘，好、哦，那它的粘度也没那么好。好，那所以需要有一个更黏的，然后又方便撕下来的一个就是说贴纸做打底。每一个人同心协力，大日头下骹做到流规身躯汗，志工因辛苦的成果，拢将在业务典礼上完美来呈现。台新闻黄敬庭、徐英豪台北报道。除了台北，在花莲是一透早就要来举办浴佛大典，所以志工嘛当地无闲，场地布置。另外一方面，今年嘛要设置一个水立方。工程是考验着团队用心，也够耐心。花莲景书堂道路广场业务台布置好啊，会用看出13号业务台顶的庄严画面。今年预计会有超过1000人参与，为了要摆出庄严的图形，志工嘛号召人力做伙来打地标。我们标志红色的，跟那边对换。今年业务台顶的特别所在是水立方，已经在志工的手中完成初胚，众人嘛齐心协力，将伊送到道路工厂。假设把地球的水全部放在这1000只里面，有975只是海水，就是咸水，那只剩下25只是淡水。那25只淡水里面有17只冰封在南北两极，就白色的部分，啊，那有7只在地底下。所以，剩下1只是地表水，人类可以取用的淡水，所以它很珍贵。所以我们用金色的瓶盖，就希望大家洗水如金。但面对周增，工程团队嘛拄着大挑战。我们水立方跟玉佛像加起来大概有3米高，那所以变成说我的整个主轴会变得比较高一点，不像以往比较矮，所以那个要有抗风力跟抗地震的耐力。经过半天的努力，水立方如愿会当站起来。志工嘛期待今年的业务大典，众人唔但会当沐浴复温，也会当好好珍惜地球资源。台新闻杨洁婷、温国佳华联报道。在桃园的中立有一场浴佛是办在月眉环保站，有不少民众虽然身躯顶有病痛，也是前来领受复温，祈求内心祥和，身体安康。配合今年主题“清净在源头”，月眉环保站化身一个道场。社区志工、居民人人相手合作，
简单的典礼，不失庄严的气氛。玉梅环保教育站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场，那个周空间呐、还有停车这些都不是问题，然后希望说再回到环保站来办。迎接福诞节嘛是母亲节活动结合孝亲。要说爸爸妈妈您辛苦了，感恩你。几年前中风的李先生度过人生的黑暗期，接到了查某囝的奉茶，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自己生活以来都不是很稳定啊，然后也很辛苦啊，然后就对自己没有希望的感觉，觉得在此地这件事情是在带领之下，我觉得我的生活会比较快乐一点。好，熊爸。囡仔伫咧志工的鼓励之下，勇敢向父母表达心中的感恩，希望每一个家庭和乐圆满。台新闻张美智、吕桂树、吕阿婆桃园报道。伫咧高雄有一对姊妹啊，因为平常时看到阿妈常常做善事，所以伊嘛家己发愿想要关头门来帮助感情的病童，希望伊嘛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互相算起长头鬃，还佫会斗相共白头毛，这是这对小姐妹仔平常时常接做的代志。不过今仔日伊佮同学有了重大的决定。因为要捐呐、因为要捐，会不会舍不得啊？不会。平常时，两个姐妹仔常常对着阿嬷去关怀独居老人，大人做善事，伊嘛想要学习。是教他们这样子，自己的力量，小小的力量，慢慢的去做这样子。那是读三年的王小妹妹，因为有黑姑，伊知影破病的痛，嘛决定要捐出两年的长头鬃。因为我希望他们不会再这么自卑的，就是出去能够开心一点，不会被当成正常人看待。宝贝两三年的长头鬃，查某囡仔因勇敢捐出来再利用，还佫讲安尼行善方式要一直延续落去。感觉怎么样？还蛮轻松的。台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马来西亚的主题志工在关怀一位新的奖学金的学生的时阵，发现讲伊的家庭有真大的困难，因为爸爸生理失败，妈妈车祸伤到腰脊骨，七口罩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志工关怀了五年，嘛带动伊反转初心，今嘛要将这份的爱传予更加多需要的家庭。因为新的助学金计划转介绍，五年前朱姐志刚走入苏库马兰的厝。太太吉塔因为交通意外，地处行动不方便，长期需要先生照顾，一家七口顿时陷入困境。朱姐紧急补助生活费，协助渡过难关。那个时候，他刚好是面临最困难的时候哦，事业面临破产。家面临要被雷弄的困境，那么家里连隔夜粮都是没有。saya pun takut juga, tapi doktor juga juga pancreas rosak, kena pakai ini ya. 苏库马兰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必须定时注意胰岛素，但却无影响伊做人的决心。三年前，伊穿上了志工衫，后来太太嘛跟随先生的脚步。saya tengok saya pun tentu saya pun diorang pun macam tu juga.Time kita orang saya pergi tolong ikut merem pergi tolong kan. Kita pun gembira juga. Tak nak fikir sakitnya. Sakit ke apa tolak tepi kerja dulu.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urden anyone. You know, as long as you can, I keep in my mind myself.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s more suffering than me. I can do for me, for myself and my family.感受社会还有温情，生活虽然充满挑战，苏库马兰也要将爱散布到更加多的角落。台新闻刘海伦、戴辉达、马来西亚报道。主席国南联络处举办母亲节的孝亲茶会，邀请照顾户还有会员亲子是做伙来奉茶。欢度母亲节，越南主席志工在乌子明市的会所举办茶会，邀约二十对亲子参加奉茶甲洗卡。对父母亲说的爱念，所以借这个今天的奉茶跟祝福来感恩我们的父母亲。七十一岁陈世凤第一遍过母亲节，过去几年，伊的查某囝离家出走，放下七个囡仔，予伊家己一人照顾，心力交瘁之下，
身体状况嘛愈来愈歹。半年前，查某囝倒来厝的，母仔囝两个人这么侪年的误解，嘛拢总化解了。一对一对的亲子在相互拥抱当中，将平常时讲袂出来的爱传达给对方。朱露因透过小动作传达了爱意，嘛见证母爱不求回报的伟大。台新闻陈世林丹越南报道。以上是台语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就时间交予韵慈。好，谢谢盛文。国语新闻先来看国际消息，肯亚正值雨季，西部一座水坝溃堤，冲毁了村庄，死亡人数攀升到47人，而且有将近一半都是孩童。原本好端端的家园，一夕间全被土石流冲毁，放眼望去，只剩厚厚泥土。什么都没了，天真孩子眼中的世界只剩悲伤。肯亚正逢雨季，周三晚间第四大城纳库鲁附近一座水坝溃堤，引发洪水泛滥，冲毁半径2公里内的村庄，造成超过40人死亡，将近一半都是孩童，还有上百人撤离。雨一直下不停，触目所及，房屋都被冲毁，当地居民趁着雨势变小帮忙救人。We suspect dead people inside this house. You see how the tragedy happens.Kuna watu walikuwa huku ndani. Tunalea kulikuwa usiku. So, relaxing. Unaona pale kuna ugali. Watu walikuwa napata sapa yao. 当地政府预先撤离另一座水库附近的居民，也实施泄洪，就怕遗憾再次发生。肯亚前两年历经严重干旱，但三月雨季开始到现在，雨下不停，酿成水患，造成至少170人死亡，22.5万人撤离。这一次又遇上水坝溃堤，政府派出军用直升机和军队协助民众脱困。What happened is very, very tragic. It's essentially an accident. But we are engaged in investigations to find out, to establish what exactly happened. 肯亚雨季要到六月才会告一段落，当地居民的淹水噩梦恐怕还没结束。大爱新闻黄静婷编译。而在美国，不平静的是夏威夷基劳亚火山持续喷发超过一星期，专家研判接下来的喷发还会更加剧烈。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宣布关闭。The lava lake has sunk down so far that it's going to interact with the groundwater possibly. When that happens, we could have a very explosive steam eruption here at the summit. 画面中可以看到浓烟密布，而随着剧烈喷发夹带的石块石粒就像下雨一样落下，公园四处也都被火山灰覆盖。夏威夷当地时间周五开始就不开放进入，直到安全为止。而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台中慈济医院的护理长们亲自手写卡片送给护理师的家人，感恩他们的体谅与支持，护理师们才能全心全意在第一线为病人付出。台中慈济医院护理长们聚在一起写卡片给护理师的家人，有的亲自送到家里。病人照顾非常好，然后还可以去协助其他人，真的很棒。笔尖下的温暖感动了护理师的家人，跟着来到医院探望值班中的护理师。太惊喜了，我的天哪！哎呦，算了啦，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所以我在写他们卡片的时候，自己感觉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也默默流泪。家里面的人其实应该很好奇说，他去工作职场适应的怎么样吧，其实我就把他们的表现都写在上面，让他们的父母可以更放心让他的子女来这边工作这样子。护理人员辛劳，需要病患和家属更多的同理心。因为他们穿梭在病房中，所以他们的身影代表着可以让病人的身影去减少的。临床经验45年，张梅芳对护理工作的热情依旧。其实护理这个行业比任何行业都好，为什么？它就是人生你基本的价值，就是希望爱跟被爱，只有护理可以做到这样。护理的灯火闪耀，福照人间。点传心灯，照亮初心。512护师节，向辛苦的护理师们致敬。大爱新闻李亚平、蔡玉凯台中报道。好，至于台北慈济医院的护理师，他们用格外有意义的方式庆祝护士节。平日帮助病人打针抽血的护理师，在国际护理师节前夕，用守护健康、抢救生命的心，挽起衣袖，捐出热血。一些外伤需要急输血的病人，目前的血库的血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节日哈，聊表我们的一些的心意，所以我们有号召我们的一些护理同仁来做一些捐血活动。有35年以上捐血资历的陈淑清护理长，定期用行动见证捐血救人有益健康。捐血其实不仅对自己身体很好，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之前在急诊当护理师的时候，就常看到就是病人需要紧急输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开始有在做捐血的。为了感恩护理人员的辛劳付出，新北市护理师工会与医院都准备了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让护理师在忙碌的工作中也要照顾好身体健康，同时也感恩每位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因为病人的属性有时候很难去控制那个时间，常常因为会工作上需要耽误家里的一些事情的安排，那这都要家人的一个支持，才能支持我们的同仁在护理这条路勇此恒心走下去。平日辛勤照护病患，爱心捐血不落人后，让我们一起对这些守护生命日夜付出的百亿大事说一句感恩。护理师节快乐。大新闻洪崇豪、张正龙台北新闻报道。母亲节前夕，新北市林口与泰山国小举办校庆活动，要唤起孩子们的感恩心。小学生们天真又诚恳的模样，让人动容。闭上眼睛，回想妈妈点滴的爱，同荣国小学生道感恩。天都很关心我，很关心你。比如说什么事情很关心？就是说不小心我跌倒了，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啊？每天都帮助我，然后叫我起床。每天都做饭给我吃啊，就是叫我一些有的事情。小学生天真的话语引起台下哄堂大笑，校庆仪式跪下奉茶，恭敬体贴的样子又让人动容。我们在家感情就很好了，因为他出生到这么大，几乎都是我在照顾他。对，因为爸爸他是公司也是比较忙，在学校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哈，让他们以后就是说懂得要报答父母亲的恩情，也知道父母亲的辛苦。在林口国小，小朋友在父母面前唱出孝顺不能等。女儿这样子就是常常回来的时候就会说，妈妈，我学了这一首歌。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孝顺不能等的意思在哪里吗？然后她说，我知道啊，就是要孝顺。孩子的品德、感恩这种比学习更重要。为了这场孝亲活动，戴妈妈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注入慈济人文，唤起感恩的心。大爱新闻资深美职工吴威龙、李德美、孙慧明台北报道。庆祝慈济52周年，各地区都举办朝山活动。新北板桥与双河的老菩萨们，即便是无法跪拜，依旧紧紧跟随朝山队伍，而且他们的心中所求都不是为自己。慈济52周年，新北市板桥园区举办朝山，500人虔心跪拜，朝向心灵之山。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老菩萨，
尽管关节退化或动过手术，无法跪拜，但大家依旧以庄严的身形紧跟朝山的队伍。我是有法官讲，哎呦，敢那讲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啊，上人啊，唐志树，大家敢那讲法体安康，身体健康，安，大家祝福因安尼生，我拢安，安，我拢有安尼甲祝福。啊，身体健康，国家平安安的。同样整齐的步伐在双河联络处，84岁的李天成膝盖不能弯曲，但心念虔诚。我就站在他们家这样拜，啊，但是我这个宗，我的心诚，就是信仰的，心诚心啊，不变的。福美里里长因为与慈济志工合办老人共餐，这一天特地带着里内的长辈一起感受周年庆的喜悦。第一次好带我的里民来参加朝山，那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用欢喜心，然后很开心来这边来祝贺这样子。朝山洗涤心灵，沉淀杂念，参与的人都说心灵收获很富足。富如千秋，风调雨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每年浴佛大典，同时也是大爱台同仁最忙碌的时候。今天特别在大爱厅举办一场小而美的浴佛活动，要让同仁们也能够净化心灵。不少人更是带着家属一起来参加，双手合十，虔诚唱诵，在佛乐声中，大爱厅成了庄严的道场。哦，哇，香。虔诚浴佛，诚心发愿。人文置业中心举办浴佛活动，没有华丽舞台，也依然庄严隆重。不少置业体的同仁也带着家属一起来参与，感觉很殊胜的一个那个道场的姻缘啊。然后因为我跟我们家师姐讲说要不要来参加，说好啊，然后就带了我们家的小女儿来。第一次在这边，之前是在中正纪念堂。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温馨，然后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浴佛，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也很幸运。配合着大荧幕呈现的净思精舍和各地浴佛的情况，到布置典雅的浴佛台，种种仪式再再提醒保有一颗清净心的重要，并通过传播人净化人心。往年浴佛的时候也是大爱台的同仁，不管幕前幕后最忙的时候，所以其实台内的同仁几乎年年参与浴佛，但是都是在幕后，所以今年，我们的人资室的同仁非常的用心，那结合了社区志工，就可以在我们的大爱厅做这样的布置，让同仁忙于工作之外，也可以静心浴佛，洗净身心。每人一支康乃馨，佛诞日也是母亲节，在祝福声中，小而美的浴佛活动温馨加倍。大爱新闻雷雅梁家明台北报道。而慈济在花莲的浴佛大典倒数计时，净思精舍的法师一遍又一遍的彩排，要投入最诚挚的心，希望能够透过庄严道场净化大众心灵。顶着烈日，即使闷热，慈济净思精舍98位法师也道心坚定，进行一整天的彩排。今年花莲浴佛大典以佛在灵山的意象为开场，法师整齐缓步走向浴佛台，更是象征入人群传法的精神。今年的主题大爱共伴有情天，长情铺路护大地。浴佛当然外呢能够洗涤我们的身嘛，那心的时候当然要有佛法的滋润，人人以着熏法香来滋润自己，然后来度化众生。讲求每个步伐，用心当下。这次花莲经历了0206地震这么大的灾难，法师们也齐心希望上达诸佛厅，祈求天下无灾，社会祥和平安。大爱新闻谢云山翁国家花莲报道。花莲环保教育站也举办浴佛以及母亲节活动，唤起大家环保爱地球的重要。佛祖。花莲环保教育站首次举办浴佛典礼，为的是要让年长的志工们就近把握殊胜因缘，让环保志工都来参与，更了解浴佛节的意义。其实他们在爱护这个地球，爱护这个环境，其实他们是非常圣洁，而且他们是非常伟大的。
每天都能看见环保菩萨的身影，他们不怕辛苦，回收分类做得很彻底，环保爱地球是重要的使命。我有这个时间在这边付出，是我的福报。我既然承担了，我就是要有责任感。我的心现在都一直在这个环保站。我都是对一切万物众生都很慈悲，那我们做环保也是希望能够惜物爱物啊，能够对的环境能够有帮助啊，所以也是一个慈悲心的展现。简单而庄严的浴佛仪式，所有人发心立愿，祈求祥和与安定，共同守护地球的环境健康。大爱新闻杨爱婷、刘宏志、翁国家华联报道。非洲国家刚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1976年以来第九次的伊波拉病毒传染疫情，官方证实出现了死亡病例。Trois professionnels de la santé ont été atteints. Les professionnels de la santé.Étant les premiers acteurs de la riposte gouvernementale,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毒11个确定病例中，有30%是医疗人员。西北部从去年12月就有患者出现类似伊波拉病毒的症状，17人死亡。卫生部长确认，现在出现了这一波伊波拉病情首例的死亡病例。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阿富汗出现新一波反政府的势力，但他们很特别，不用炮弹，而是用画笔在首都喀布尔彩绘街道抗议政府贪污与传递和平讯息。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韵慈，祝您平安顺心。